四进八公新比例，七情六淫七病情，单歌完善中国法，医德良心天地地，阿宏健康万丹。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，流浪的人无厝的家。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士李明铁中医师制作。每礼拜一到拜六，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、医案，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。对中医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、腹肚定定咧做油毒、心情未轻松、未顺遂的朋友，来，大家。知识互相相交换，人讲敬一事，中一智，先生显示主人服，无小气焰，互相研究，互相探讨，临床上的一个参考，并且注意动好。万来观众朋友，如果无清楚、无了解，唔免客气，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-29-777-138，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-29-777-138。听阿宏讲健康谈中医药，新浪网站只拍阿宏健康万谈，阿是耳仔边搁一个靠一个阿，宏是江鸟宏，宏图大电的这个宏，只拍阿宏健康万谈，身体要健康，电话赶紧拍互通。阿宏健康万谈服务电话：台北02-29-777-138，服务电话台北。02-29-777-138，找阿宏就可以。感谢你的收看，阿宏健康万谈。叫着我，叫着我，黄昏的高阳不时在叫我，看着悲哀也有大目屎。盼我回去的声叫好无停，结婚啊，你也得去，请你带着我心情，送去予我的阿母，哦，唔通来落去。亲爱阿宏健康问答，阿咱这网友观众、听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红快乐，大家好。如果甲咱这个阿宏健康问答，那么第二个单元哈，感谢各位的这个收看。咱现场电话台北02-29-777-138。现场电话台北02-29-777-138。来，咱第二个单元，咱要来跟咱网友观众探讨的是妇科痛经。哦，妇科痛经，当然这种的是妇女哈，啊，才有这种的这个经验呐。大部分都无这种经验，吼。那么，咱即马先来提供一个处方，予大家吼，啊，大声小看温习一下，吼。妇科那是肺郁、经闭、经痛、痛经，注意，会当用
桃林、当归、川江遮。那么，若有误会听经的，你若有食中药的，吼、哦，内面若有这三味，啊，你就毋免阁下啊。若无这三味，那么你就要下桃林、当归、川姜。那安尼绝对经来顺输啊！哦，有几个月月经无来者，哦，你这三味葫芦你甲记起来，都唔管医生开啥物药啊，中医啦吼，内面若有这三味的，你都唔免下。其中那是无当归，你就甲下当归；那无川姜，你就甲下川姜。那么桃林，你就该下桃林。凡在内面，伊若有开这三味在内面，你就免去管伊啊。那无这三味，你会当家己阁加。那么过来，这个听经，用个六桂。生化汤，那么生化汤咱毋知知影无？葫芦啊，一般啦吼，会一日团啦，可能会知影讲，即贴生化汤，诶，即个食法是咧食啥？但是啊，咱台湾敢若知影讲，啊，你生囝了后爱食即贴生化汤，但是在大陆。这贴生化汤会当够治疗其他的病症，这是人因中医发展发达，在临床治疗发觉讲，这生化汤会当够治疗其他的病，唔是干那讲生产了才爱食这个生化汤啊呢？所以伊这个六桂生化汤。大陆是算加味的啦，咱台湾的生化汤是泡姜、桃仁、川姜，啊加当归。大陆加六桂，加元乌素，加。香附搁传丹心，所以人伊搁加味。你若有听经的，就食即几味，你做你家食啦。会使讲一比一重。人伊这药味顾甲拢安尼，吼、哦，当然啦、啊，你若是生囡仔了后，你食生化汤，上好爱阁问较内行的中医师啦，以你的体质，是毋是讲有需要食生化汤，阁加味的无？甚至你若虚的人。掂着生产了后，肥劳多啊，病多啊，人虚啊，本来身体就虚弱的。那么你生化汤会当阁加什么？青芪啦，枸杞子啦，食的，秀乌啦，拢会当加食的，白术啦，这拢会当加。所以嘛，使讲。中医在临床治疗病症，唔是死的，是活过的。来，在咱中医治疗痛经，
有分型啊，哦，辩证有分型，啊来治疗。那么听经是伫个讲月经周期有关的易明显的这个下道。算讲下腹部痛疼为主要表现，而这个疾病，无论痛，伫个经期，也是经前，也是经后，或者是讲两个月经之间，吼、哦、有季节发生，啊来做痛。这在中医来讲，拢属到这痛经，拢属到痛经。那么痛经临床上分为原发性的痛经，啊，甲继发性的痛经两种。那么原发性的这个痛经是初初妇女月经来潮了后，因为子宫发育无好。气血物质所来引起的，因为算讲有的十四五岁经到来，啊，伊这个子宫吼，那么发育啊，未讲介完全、介成熟，所以有的就会引起痛经。那么痛经的来源当然是孕嘛，本来月经。哦，那么来进前的时阵，你若肺有通，哦，啊无迄个郁，那么伊就袂痛经。但是这个痛经普通一挂妇女讲，啊，加加减减拢袂痛，就讲安尼。其实迄就是加加减减无啥正常啊。那有正常来月经袂痛。哦，啊，都大家都有痛经的经验，啊，都啊，这拢会啦，都笑笑啦，拢安尼。但是其实正常是袂，哦，正常诶是袂。那么继发性诶，这个。多元无痛经，后来由于流产啊，甲生活无小心，哦，啊，生活无规律来所引起的。意思就是讲，原发性的就是伊这个身体呢，哦，你。月经来的时候，你本身初经就对，那么本身伊的这个发育都还无真成熟嘛，所以伊这就会痛经，这在中医叫做原发性的，而这个痛经，这是西医的这个病名。那么咱拄啊伫咧讲个啊，经前经后啦，啊经期来个时阵痛啦，也是讲两个月月经个中啊中间有痛，即就算咱中医伫咧讲个痛经啊。啊，尾啊，即个原发性个甲继发性个，即就是西医个即个讲法，伊个即个名称。那么有关中医临床。采用辩证施治的这个方法，辨治着痛经，会使讲治疗拢真好啦，治疗拢真好，所以嘛使讲妇科的吼，这个部分吼，你也是来请教中医师啦，吼。那么中医甲西医无同款的，
西医，你若去妇产科，你讲啊，我都肚要疼啦，哦，这属疼经的，啊，伊西医就甲你止疼。因为咱中医疼经就是郁，不通则痛嘛，甲伊来止疼无共款啦，是毋是安尼？伊止疼的这个方法，甲咱止疼的方法无共啊。咱止疼的方法是讲，啊，你就是郁郁，你才会疼，点着肺未通。哦，啊，就是有的是气滞肺郁的，啊，那么咱啊哪是安尼？咱爱下一挂气油啊，对不对？甲下一挂这个活血气油的油啊，甲咱拄好讲啊，桃林红花这类的嘛。那安尼先就一劳永逸啊，但是西医唔是，西医用个甲你止疼，表面的表皮，对不对？地漂甲你止疼，你甲想，哦，迄个无根本啊嘛。啊，西医若无经来，对不对？其鼻经，咱中医在讲鼻经的这，伊就是甲你用吹经的嘛，是不是？咱中医唔是用吹经的，咱中医是甲你了解讲啊，是安那你经月经无来，有的人虚月经嘛无来呢。啊，若甲安尼，咱甲补气，月经就来啊，对毋对？啊，伊西医毋是啊，用西药硬催经诶。敢若咱人咧，对毋对？啊，袂踏车袂过硬路诶啊！啊，当然你边仔就会去伤着啊，你讲对毋对？咱中医毋是安尼先，第一治病诶，吼、哦，无共款。首先，咱先来讲气血郁滞诶，即气甲血。去恶的，这种的。那么临床上常常看到咱经前、肚尾，或者是讲这个淋房一胀一疼，情绪压抑的，哦，胸部头前感觉呢无爽快，有时啊苦啊胀，这种的这个情形，每每拢是伫经来的时阵，初初一些下肚。拢会胀会疼，明显，但是伊这拢袂红毛，安怎疼？对不对？或者是讲，透过咱这个肛门加这个所在，哦，也伊的这个月经来量少，经色拢是橘啊色暗，暗是橘啊色的。啊，内面有血格，那么血格若排出来，听落较爽快啊。因为啥，就是积伫遐啦。哦，我拄仔咧讲，就是积伫遐，那排出来哇，加足快活的，啊，就是积伫遐咧艰苦啊。哦，那么伊的这个喙齿积暗滴，或者是讲这个喙的这齿齿的边啊。有乌斑、麦点、痕，像这种中医需要爱行气活血，化有止疼，对不对？你若通，疼就无啊，真简单。所以这种的中医，我拄仔伫咧讲的，疼经啦、经闭啦，这你都要找中医啦。你若去西医是止疼，甲吹经的，都是安尼安尼。那么，像这种的，会使用个芥下茱萸汤来加减。那么，汤头内面、醋粉内面有原乌素、乌药，这专门的理气，吼、哦，包括原乌同款。在理气，那么气然后积在内面，这两味嘛拢特动的，包括止咳。那么止咳也当理气化痰，相互共款，这种行气，而且药物，所以伊这药啊也当行气止疼。再来川芎、当归、赤竹、
牡丹皮伊会当活血调经，因为伊这是经嘛，吼，查某是经，所以伊就讲活血调经。其实活血化有就对啊。桃林红花五灵子，伊会当化痰。甘草伊会当调和到滋阴滋阴，使得气行啊，血就行啊，安尼就达到通则未通的这个效果。通则 不通嘛，吼、哦。所以阿洪在讲的原理就是爱安尼生啊。那么你原理知影？当然下药都八九不离十啊，哦，都袂离谱啊啦。你若知影这个原理，是安怎来发生，是安怎来听经，对不对？在什么什么部位、什么时间，啊来个判断就知影讲，哎，伊是到底是安怎来听经，安怎来闭经？哦，咱即卖是主题是咧讲听经，吼、哦。第二，来要讲第二进程，咱休困了吼，二十二分啊，来，咱听两首啊歌，稍等下再搁转来嘿，来，流浪的吉普赛姑娘。随风吹来吹去，流浪来生活，阮就是日不时，日不时的姑娘。今夜一生一暝，就要离开的过去，孤望彼路的回首起来，回首起来，啊，将满腹的情的情回首起来。有时阮当青春，暗夜的年纪，阮就是日不时，日不时的姑娘。有情郎君来呀，随你玫瑰花舞起，乌蝶美伴君也会我来，也会我来，啊，再多情的光明，轻轻的我来。
是在路途上付出最故乡，阮就是你不是你不是的姑娘，孤单无伴又笑泪，心痛苦的暗暝，想起你一人叫你的名，叫你的名啊，无情无义暗暝。叫着你的好奇。
就是病，做阮的目屎流在心内哭无边。故乡我要放的石牌仔快车，早点三十分。爱唱的那车站，会你的我知。继续搁倒来现场吼，那么咱即马所进行个节目是阿宏健康漫谈。咱这节目是每天拜到拜六，下晡时四点开始加六点。那么咱即马是第二个单元吼，咱主题甲咱网友观众探讨的是妇科痛经。那么咱拄则讲，痛经在中医来讲，爱辨证分型。拄则咱有讲气血郁滞型的。那么下面咱继续过来探讨第二寒经肺郁型的。寒经肺郁这种的形体，这种的形态。那么就是拢伫个继发性的这个痛经较侪啦。拄则咱有讲，原发性的甲继发性的，继发性的就是讲你身躯有问题所引起的，吼、哦。譬如讲，本来，吼、哦，伊这个身体就较阴虚，吼、哦。那么伤过头，这个。吃了寒凉冰冷的这个物件，哦，那么如果长期住在比较的寒凉的这个所在，那安尼先会诱发了这个痛经。大寒冷啊，吃物件啊，冰冷啊，人搁属到阴虚啊，较冷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搁住在的时阵安尼啊。较湿的、较冷的，
诶，这个厝诶啊，诶所在啊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这引起听经。那么听经就是这个大马小白冷听，惊寒，四肢未烧。那么患者面色啊，拢安尼白啦，哦，苍白，而且会恶心，哦，过来就是讲老冷寒，就是清寒啦，哦，那么道观正定者，吼、哦，都不三时拢会安尼啦。啊，就老观门更清刚开开，人就虚，才会安尼先，吼、哦，也会安尼观呢杂杂地，或者是讲人安尼感觉妄神妄神，吼、哦，经量少，色地淡，暗色的，吼、哦，那么有诶有血角，或者是讲敢若乌目水安尼。哦，迄血敢若乌目水，啊，其实呐，啊，迄个血根本都拢坚去，算讲无话血，血去要死去啊嘛，唔再变乌的，对不对啊？咱的血活就是拢鲜红的啦，迄种就是活血啦，死血就是乌乌啊，吼、哦，敢若咱这个智慧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囥个好大，都翻乌啊嘛！哦，情形就是安尼先。所以有血地，吼、哦、啊，血地排出来了后，当然就算讲。就较爽快啊！你，哦，所以第二，那是冷听的这，惊寒的这，四肢不稳的这，面色安尼无好看的这，白苍苍的这，吼、哦，啊人强强要昏倒的这啦，吼、哦，经量少，经色阁暗淡，有当时也有血地，敢若目汁，吼、哦，那么舌苔。白，吼、哦，啊，润，润就是很嫩，吼、哦，有迄个水，吼、哦，这种的润，质淡黄，淡红，淡红，吼、哦，阿咩点很绿滴，或者是讲点紧，这种的这个面相。像这种的寒经肺物的，在中医来讲，需要爱酸温经散寒，吼、哦，爱温经散寒，化肺止疼。那么用个小白茱萸汤，或者是讲温经汤，啊来化灾。这个小白茱萸汤，咱台湾药厂有伫咧做。吼、哦，温经汤嘛有，温胆汤有，温经汤嘛有。那么伊这是两个方子，啊来化灾哦，吼、哦、来化灾，唔是两个方来夹哦，两个方来化灾。那么小白茱萸汤，汤中内面有干姜、肉桂、小茴香、温经散寒。这三味，哦，啊，那止疼，哦，这个活血止疼，会当散，温经散寒，活血止疼，么、嗯？川姜、当归、赤竹、活血、五灵子、蒲黄、六香五柳，啊，加银耳素就是原耳，伊会当化瘀啊来止疼。输的寒散温通，勿气肺行，听之你心服。当然啦、啊，啊，你着听到艰苦啊，强要昏去啊！啊，即马已经着
通孙啊，当然人就请啊，哦。运经堂内面有一位六鬼，伊会当运经，是安怎爱用六鬼？过去会使无会，但是伊下这位六鬼是要引火归元呐。是安怎？因为伊这个患者本来身体就阴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阴虚会生内热啊。所以用到这位六鬼新热的六鬼，加入引火归元，这个目的。所以六鬼运经、当归传经、足药、牡丹皮、瓦灰、破物，啊来攻击。牛七、行会通经、心啊、甘草、益气扶中，那么这药啊合用，达到散寒气郁止痛的这个目的。第三，废物用作的这种的形体，就是凌晨，拢是伫个经前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肚皮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来胀痛，啊，有一种的这个烧热感，哦，那么经血深红，咱普通是色底是深红，正常，深红表示讲有经血，因为你啊看，伊个肚皮会烧烧会疼，这种的这个感觉啊，哦，所以这属于经血。那么七克，还有这个血地，血啊的血地，家己感觉讲，敢那有发烧这种的情形，大便大，吼、哦，有当时会闭结。啊那尿咧，感觉讲有较黄色，吼、哦，较有这种血，吼、哦，这种的这色地。喙齿红苔黄，哦，这就是有血啊，吼、哦。那么面很瘦有力，吼、哦，有力就是啦，体内有炎症啊，对不对？拄仔咱伫个讲个，伊有一种个这个肚皮有一种个烧热感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伊这就是肺热用作肺热，那么去白条个。去拔掉，吼、哦，这种的这个情形。安尼生的时阵呢，爱用个清热凉肺、通经止痛的这个方法。用个肺腑逐瘀汤加减，或者是讲用个清化饮啊来加减。那即贴肺腑逐瘀汤较简单，咱台湾药厂有伫咧做，咱用即贴落去加减。因为清化饮，咱台湾药厂无伫咧做，吼、哦。那么肺腑逐瘀汤，肺腑逐瘀汤。汤中内面有生地黄、牡丹皮，这会当凉肺化肺。吼、哦，那么茶壶清热凉肺，当归川姜、川牛七化肺行肺，特林红花化肺化物，止咳行气。月经伤过多，都要去掉川姜，还佫加益母草、地牛炭。这个地牛炭就是会当止肺，因肺伤多，都要止。啊，若伤过少的呢？月经伤过少，还佫加啥？
传单心来挖废弃物啦，无同款啦。哦，氰化铟内面有生地黄、赤竹、黄芩、牡丹皮，这一方面是量废化物的药啊。哦，所以多加这是量废清热。雷蒙东就喝一饮嘛，那么主要啊，再来到顶，所以伊会当乎肺热得到了清，经会行畅利吼，就是会当顺畅吼，畅通就对了吼、哦。所以听就治啊哩，那么为着增强止疼的这个效果。会当佫加香附加川三七，啊来行去止疼。哦，这是第三废物用作的这，都爱用这药啊，效果才会好。第四，肾虚肺亏的这种的，那么在临床上，常常就是有一挂妇女经来了后会疼。那么往往经量，吼、哦，那么愈多疼是愈疼啦。那么伊这个经血拢是淡质，吼、哦、啊比较的较清，吼、哦。那么有诶腰会酸，人会感觉疲劳，头壳会晕，吼、哦，肌淡肥，吼、哦，暗脉细弱，这就是虚啊。所以肾虚肺亏的这种，需要爱保养到这个气血，吼、哦。那么滋养到这个肝肾，用个归心丸合四君子汤，或者是讲调肝汤啊来化灾。归心丸内面有当归、石地黄、枸杞子，会当养肺；杜仲、菟丝子伊会当补肾；淮山药。茯苓也会当清脾，山茱萸也会当滋养到这个肝肾，四君会当补气清脾，安尼落去合用，那么会当补养到这个气血，啊来填补到这个肝肾，啊来治本。哦，同时为了加入这个砂仁木香，啊来行气清清脾，啊来止疼。所以避免石地黄伊个即个滋腻伤过头去，哦，所以调肝汤内面有当归、白术、养肺、柔肝、八极天、山茱萸伊会当补肾养肝，阿加滋阴益肺，淮山药清脾养胃，这是第四，哦。那么第五，肾虚肺郁的这。哦，拄只是肾虚肺亏的，啊，即嘛是肾虚肺去郁掉的这种的。那么临床上有诶拢是安那，经前十天或者是讲两边月经的中间开始就腹肚就疼，哦，两至三天了后就较袂。那么经的时阵又搁疼，哦，经来的时阵又搁疼，经血鲜红，啊，有一挂小血管。人烦躁容易发脾气，吼、哦，姿色是淡红，脉弦细。治疗需要爱滋养到这个肝肾为主啊，哦。那么作为化肺化物，那么用个六味地黄丸、啊加理气丸、四消散，啊来加减。六味地黄丸内面，这个会当滋养到这个肾阴。理气丸用药到这个肝阴，四消散会当化物，啊来化痛、止痛就对。那么三方来配合，伊有标本兼治，也这个效果。那么咱时间也差不多了吼，所以以上阿宏提供中医。真谛，临床真谛，这个疼经，
那么在一般有这四个形态，那么你若是其中之一的这个形态，你拢会当按照阿宏给你介绍的这些处方、这些药物，啊，落去加减，应该听经以后都无你的份。时间到，咱到这就暂时结束，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，收看阿宏健康漫谈。阿宏讲声再见，拜拜。